欢迎杨丞琳。Hello。哇，好美哦。哎，我衣服有点松哎。刚刚我害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生病，然后有变瘦，然后就有点松。但是我每次参加你的那个演唱会都……等等，大家看一下，他又过敏了，你又紧张了。我好紧张，今天才是我第一场演唱会吧？你紧张真的就会过敏了。我很紧张啊。我才紧张吧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其实我早上是没有声音的。然后昨天看医生，今天来台中又看医生，而且我还带我妈妈来。你的歌迷还在高铁站堵你，然后就说。然后就拍照，我说不准拍，因为我妈妈不能曝光。他们说，那你可以告诉我小猪有彩排吗？我说有，快去找他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没有，首先要先谢谢杨丞琳哦，因为他昨天发生了重病，然后他这个病呢是从我澳洲传染给他，那他在昨天呢才病发，哦，算是有点，算是恐龙的那种原理，反应比较慢。就比方说恐龙，你踩到他尾巴呢，他要回去三天才会开始觉痛，他的意思也是一样。我在拍戏的时候，在拍《再次心跳》，我那时候重病重惨了。对，他那时候完全没事，我心里面想说，哇，他抵抗力也太好了。我身边的周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、经纪人，五个以上生病，对，发生重病。最奇怪的是，我化妆是没化你，但是他生病。因为他半夜有来，不要乱讲好不好？半夜有去帮你买喝的，他可能在外面冷到。哦，有可能。对，所以他开始发重病。然后昨天我看到他的歌迷有转发到我的微博上面嘛。然后你看到他掉点滴，就觉得真的是打美白针吗？还是不是啊？我还不够白吗？哎，够白够白，真的很辛苦，要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太感动了。我觉得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我之前当小猪的嘉宾的时候，我在上一次香港红刊的时候，我说当十次嘛。对。那我就一直觉得自己算错，我今天又再重新算，今天真的是第十一次哎。哇、wow, 第十一次。可是没有，先不要尖叫。你们应该腻了吧？没有。是心里想说，你才知道也够多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不能尖叫，因为前面的我之前说过，前面十次前面，要不要七次吧？差不多有七次不合。七次是不合的。如果我们是在不合的状态唱这首歌，我们从来从那边，你从那边，从那边。哦、oh, 好。爱情从天上掉下来。花朵从我心里开出来，要遇上对手不简单啊！恋爱完就恋爱百分百，就根本就不想唱哦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因为开始感情变很好之后，然后拍了《海贝甜心》，然后又再次心跳，然后加上这首歌，我觉得互动的感觉越亲密，越感觉越不一样。因为这首歌它的确是一首很亲密的感觉，就是比《In Your Eyes》还要更。进阶版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其实小猪，我真的很谢谢你耶，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拍戏了。要不是有微电影的话，可能大家都很久没拍戏。那我算什么？可是你都一直出现在荧光幕前面呢。他拍戏还够多吧？我应该都没拍耶，我三年没拍了耶。但是我是，演戏也算是我饭碗啊，干嘛这样？你是开演唱会是你饭碗啊？还有什么？开潮店也是我的饭碗。然后主持也是我的饭碗。好啦，什么都是你的。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要一直看我的过敏，我就是很重视你的演唱会，所以我过敏可以吗？吵架哦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又要不合了。还是打架？我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下去不得了嘞。我今天有木兰飞弹干嘛？你哪里？哪里？我家，全世界都在看，不要乱讲话。因为真的有 YouTube 的跟那个 Google 都在看。Hello everyone。萨瓦迪卡，捧吃西哦。大家好。안녕하세요，从日垃圾箱입니다。感谢합니다。还有没了？こんにちは。德里马卡西。好，该讲的我讲了哦。对。好了，接下来换你唱歌了。好了，你去换衣服吧。好，其实今天演唱会是杨丞琳的演唱会。才不是嘞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只是一个前菜。小猪不但是前菜，还是很可口的甜点。OK。哇哦，你真会说话。当然。